来了，宝贝儿，今天给大家摊个饼啊，是我们春夏秋冬系列星空的第二副夏天。那有的宝贝说不对呀，帆哥，那夏天那么热，那火红的太阳，火红的太阳刚出山，我的天哪，这都什么歌曲？那这么热不是应该画红色的吗？宝贝儿不对啊，你夏天这么热，你是不是渴望下雨？哎呀，下雨凉快一点，你喜欢往哪溜达？河边上溜达，对不？海边，我的天，夏威夷，哇，比基尼，哇。主要是凉快，凉快！你看这海水多蓝。最近是不是有首歌挺火的？叫桥下姑娘是什么？宝贝说评论说，凡哥你唱一下子，我也不会呀。不，我印象里有这么一首儿歌是，桥门前大桥下有个小姑娘，对，快来看一看，长得可真漂亮。你上前搭讪问姑娘处不处对象，姑娘回头对你说，小伙你别慌，看完作品点赞的才能有对象。宝贝你还不点赞，等葛优呢。抖音。